心万苦回去，发现龙兽的统治已经被推翻，但我的生活并不快乐。如今中原人到处在说圣人治世，可谁想到那个圣人联合自己发小杀死亲爹夺取天下呢？但这对我都无所谓，我只在乎一件事，抛弃了我，无论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唯独不能不要我。我最大的秘密就是你。公元656年，龙兽作怪，利用人类的本性企图控制鲛人国，并施法使长安城常年被毒雾笼罩。鲛人生长在南海的一种鱼尾人身的神秘生物，能纺织出特制的布料和纱，又称鲛绡，据说有驱邪消毒的功效，眼泪落下皆为珍珠，两者很是珍贵。人类为了谋取暴利和不受毒物的伤害，大量的鲛人被肆意豢养贩卖。鲛人不忍这种屈辱和压迫，反抗杀害豢养自己的主人，致使长安城人心惶惶。满营，风雨如晦，朝野满营，风雨如晦，朝野满营，风雨如生物中妖祸横行，可惜你拿这些妖祸也没什么办。韩王殿下率禁军夜巡，前方何人立刻站住听令。
别闹，给本王看一眼。皇兄，同远山一起用点小粥吧。可怜见，要不是厉阳救你，本王绝不会轻饶了你。子薇让你担心了。没事的，那我先出去了，你们慢用。你这个昏王想要抢我的办案证据，我说你有没有点良心？哎，要不是本王昨夜带禁军巡夜救了你，你现在早没命了。那你多喝一碗粥，算我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是该谢谢我，你呼呼大睡之际，可是本王替你当差，连夜带着仵作解剖尸体，累都累死了。结果如何？那人啊，生前遭受绑缚，死因是失血过多。怎么了？这种案子一年前也发生过一起，当时是在平康坊验卷班，四名妓女两个兵部官员一夜都死于非命。日子也相同？去年也是冬月，日子相近。哎呀，行了，死的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人，这种妖异之事查一查也就罢了啊。妓女也好，流民也罢，都是人命，怎么能随便查案呢？哎呀，行了，远山，我又不是不让你查。哎，你看啊，现在长安是妖物横行，民不聊生，国库每个月为了从南海进口这鲛人脂的鲛消防毒，得花出去多少银子？再说这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私自豢养鲛人，闹出的是非凶案又有多少？所以说父皇心里头着急呀，着你专办京城跟鲛人有关的案子，你说你不好好查案，到时候父皇骂你，可别怪为兄没有说过。这可是本王作为兄弟跟你说的话，听不听啊？有你。报。禀告侍郎，户部尚书朱大人家三公子宅中被害。刑部侍郎。